太可爱了吧！我已经忍不住笑了，我会慢慢微笑。我好喜欢滑雪，感觉是时候该吃一点什么东西再开始。是的，肯定的，肯定，你放心。啊，汉堡？滑雪就是吃这一些。是吗？好吧。 嘴巴嘟嘟嘟嘟嘟嘟，我真的看起来很憔悴。现在，你是脚凉了是吗？刚才没有，是不是晕车了呀？我是晕那个滑翔伞，不是晕车，是晕伞。我就预知到了，大家可能会有人不舒服，今天，我就作为后勤保障队，今天就没有滑。 你好，可以点餐吗？按道理讲应该是没有食欲的，但是看到香肠还是想吃。给Grace点一个肉肠。我们这边是只有你会滑雪对不对？晨晨也会啊。哎，我还说我会跳伞呢，别信我。别是。起步难不难，哥哥？看每个人的。会滑雪像吗？ 滑冰，说错了，滑冰像吗？你们都是这样走的吗？滑冰，对，这样。哦，不是的，双板是 ski 是这样的。那单板呢？单板这块板呢？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感觉好像。双板就是必须得直冲，然后身体这样走，换刃，这样走。 单板呢，就是这样走，这样走，所以你要看哪一个？那刹车怎么刹？平身这样刹车，你的板你看我的脚，这样就刹车了，或者是反过来这样，反过来这样刹车，刹车。哇，谢谢，感觉很好吃哎。 看起来不错，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干杯！开心点，干杯，干杯！哦，我觉得我们很好养活，我们没有人。 比较挑吃哈，哼，走吧，走吧，该滑雪了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去滑雪啦！哇哇哇！太可爱了吧！哦，还有这个雪球，这也是。我们去沙滩吗？我想问感觉。好喜欢这个，这是干嘛的？ 这些就是护膝，头盔必须要选一个，你们要戴。好。这要护好自己。这是你自己的吗？对。你还有自己戴哦。哇，好好看哦。I cannot wait。哦，定做了吗？好厉害。哦。我第一次试这块板，今天是第一次。对，这个鞋叫 Step On。 就是我的鞋一卡上去就已经固定了我的鞋。那我们的也会这样吗？不会。<笑>来，我们去换衣服。走吧。我觉得我跟毛毛笨笨的。 他们俩好像消防队。你要双板还是？单板。单板的鞋这里没有。你是专业的吗？专业的找点按摩员。把它锁死。滑雪鞋都这样子吗？新出的都是。嗯？这样子吗？对，因为你摔的时候不会崴到手。 你像一个爸爸哎、欸，我刚想说，我说他好像爸爸。<笑>
谢谢爸爸。你可以叫我哥哥吗？不行。叔叔呢？走吧。走啊走啊，老板出发了。走吗？走。哦，这个鞋怎么那么硬？鞋好硬啊，走路走。我觉得我走路好笨哦。爱情